爱喝酒的你有想过喝酒能够救地球吗？美国新创 Air Company 推出了由二氧化碳制成的负碳伏特加 Air Vodka， 跟传统的蒸馏酒精的方式不同哦，它们的成分只有二氧化碳和水。那创办人 Gregory Constantine 表示，未来他想要将碳转化技术整合到各种领域哦，那这样既能够逆转空气中的碳含量，还能够在气候变迁的大环境下做出贡献。该公司现在更进一步开发香水啊、眼镜、洗衣粉、可口可乐，甚至喷气燃料等各种物品。不过空气伏特加并不便宜哦，一瓶要价$65，相当于新台币1884元。但试着想想看，你只要喝酒就能够间接帮助到地球，而且还不会有摄取过多酒精的问题。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你对这个空气伏特加的看法。我是六子渊，订阅我，打开你对科技的想象，拜拜。